歐洲藥品管理局宣布批准使用輝瑞研發的新冠口服藥。張桂業報導。歐洲藥品管理局批准美國輝瑞藥廠的新冠口服藥 Paxlovid 用於治療有重症風險的成年新冠患者。根據輝瑞公司臨床試驗數據， Paxlovid 除了可以將高危患者的住院和死亡風險降低 90% 之外，最近的實驗報告亦都顯示它有效對抗 Omicron。 不過由於口服藥只是在未接種疫苗人士身上進行了測試，因此引發了人們關注接種過疫苗的高危患者服藥的有效性。另外，默克公司和合作伙伴宣布有六項實驗室研究表明他們的實驗性口服新冠藥物 Molnupiravir 能夠有效對抗 Omicron， 但是現時尚未進行臨床試驗。